就我已经说很久没有说过原神的好话了，我得说一句，哇，这个新版本可以的，尤其是看到这个它的这些传统建筑、徽派建筑，哇，还有它的这个风景，山里的这个风景，对吧？山里加小房子，哎，这个真的风景美如画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美工太好了，这个美工做的太好了，啊，可能只是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终于找到自己熟悉的场景了吧？因为这个毕竟对吧？这个场景毕竟是自己熟悉的这种画风。山里灵活，我操，这真山里灵活，还行，真山里灵活，都退游了。我确实是觉得我都快玩的退游了，也就是主线过一过，但是因为看到这个版本有一些这个对家乡的地图回到主场了，哎，所以就很兴奋啊，去看了一下，然后去玩了一下，哇，确实这地图设计的可以的啊，这真不错，这美工要夸一下啊。